蔡颖庆，蔡颖庆就好了。我不要，你们讲那些，我不那些。我，你一回生二回熟啊。真的，我没有。你要培养担当这么大的重任，对。你要好好学习，然后啊，对我才刚学习而已，你不要找我，我还没有看懂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不勉强。一安尼，一二三，有来人问，啊，人无人买，无人甲摊掉。不是无人甲摊掉，无袂晓，你刚讲叫甲关冷气啊，我正经袂晓。啊，对了，对我跟你讲哈，你这个就很简单。新的就是新的啊，旧的就是旧的。你就拿来按一按就好了。有没有？你看哦，这个是新的啊，就是关掉就好了啊，旧的关掉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一路一路给你搞啦。就拿来按一按就对了。因为吼，我也很爱赶车，因为我若无赶车吼，等下到厝会拢暗暝摸，因为一点钟才一班呢。哦，是哦。嘿啊，我一点钟啊，去互走去尔，啊，我着等个袂晓讲。那。那有人都高比我较偏僻啊！阿弥陀佛，耶尼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就在等一个小时，等到七点车。其实他才是最忙。那如果是下午班的，你对对，知道吗？对。那就我们两个就赶来，那个头发就赶来这里去。上次他们把那个这个的金刚给打死了，他把金刚给打死了。这个金刚是我们这里说的什么东西？是我从教室里结束吗？就这样子。有问题，就是有同学反映说，他们晚上能不能四点半下课，一点半上课，这样子他们回去煮晚餐才不会太赶。他们希望一点半上课，四点半下课。请老师，这是基金会这边规定的啊。哦，基金会规定的，好。
是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跟基金会反映，你看基金会的意思是这样，还是说老师认为？好，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再做那个，因为这个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第一届到现在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各位大众一起合掌。恭念三尊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我们这是直播的，不是我们直播。那一般没有直播禅宗班那个连锁班的话，那可以做到。这是直播，公告，早期的公告。有些，比如说个人有些时间上需要做调整的话，也可以他事先来那个请假都可以，都没有问题。各位大众，我们请翻开六大师法宝禅经经本241页。241页经文第五行中间，这里中间这一段啊，我们请看这个经文，善知识这地方，我们请看241页第五行中间善知识，善知识迷人。口念当念之时，有妄有悲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不持法者是般若法，修止行者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真等佛。善男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浊净即烦恼，后念离净即菩提。善知识，摩诃婆罗蜜，最终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皆从中出。当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蕴烦恼尘劳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为戒定慧。善知识，佛持法门，从一般肉身84000智慧慧故，为世人有84000尘劳。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不持法者，即是无念。我们再翻开242页。无欲无着，不起妄狂妄，六字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离一切法不起。或者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我们上个星期说明到，这个六祖大师。跟印宗大师对谈之后，六祖当时开始这个愿知一切凡夫见到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